刚才每个人要尊严是吗？要尊严当然你就要注意了、哦、好，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文字啊比较不太懂了，有没有啊？这样我们看图片咯、哦、啊，看图片好。所以正常的那个状况啊，你的家里那个水管有没有啊？男的啊 ，OK， 是这样啊，这样喷啊，正常啊 ，OK， 这样喷啊 ，OK。那么喝酒了之后还、啊、是这样咯，啊，这个是做喜欢做的事就这样，啊，要开花了啊，那个是中年了就这样、啊，早上起床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啊。所以你去研究一下，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呢，那么你真的是要、哦、好好的保护你的这个健康了、哦啊、可是如果好像有一个朋友来告诉你，问你对吗？今天你们带很多朋友来对吗？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告诉你说，他讲、哎、我想请问一下、哦哎、如我有一个朋友、哦、就是像刚才那个 Mr. Rex 讲的那个问题啦，这样要怎么办有没有？ 你不要一直叫他、啊、介绍给我认识，知道吗？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人就是他来的，他的朋友就是他来的，他不可以告诉你是我吗？因为他告诉你是我的话，就不能够做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男人的心声哦。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收到吗？有了哦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哦，这个产品还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人呢？哦，比如说肥胖族哦，三高族，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很多的食物我们都很喜欢，尤其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喜欢吃什么？那西人嘛，对不对？很喜欢吃什么？炸虾饼、罗蒂加奶、哦、巴古德咖喱面、哦、那个白灯好像很多对吗？哇，样样都喜欢吃，尤其是新年的时候呢，又喜欢吃什么？很多煎炸的东西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如果你吃的太多这些食物的话，而你自己本身又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健康的话，那么你会怎么样？哦，这三个朋友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刚才我已经讲了，那个两个姓高的朋友，一个姓唐的朋友，他就来找你了哦。那么好，再来呢就是吸烟族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一氧化碳对于那些呢吸烟的朋友呢，哦，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哦。那么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饭后一根烟，快乐过神仙，哇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吃饭完了之后是要抽一根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饭后一根烟，快乐过神仙是对的嘛？对哦。不懂对还是不对不敢讲啊，因为老公有抽烟，等一下那个什么没有啦哦，没有 OK， 对了举手，哇，没有哦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哦，答案是对的哦，饭后一根烟，快乐过神仙，为什么对你知道吗？因为很靠近天堂哦，你知道吗？一根烟里面有1000多种的这个毒素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而且现在的烟你放住的话，你点了之后你放住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抽了，然后就不见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什么化学的物质哦，所以呢你看到吗？这个产品呢就能够帮助到哦我们的这些朋友哦。那么当然有些问了，哎呦，这样这个啊是谁适合吃啊，多少岁的适合吃啊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里有很多的见证哦，比如说30多岁啦啊，40多岁啦，50多岁啦，60多岁甚至70岁的朋友呢哦，都已经消费这个产品呢，服用这个产品呢，而且呢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健康哦。那你看我们再看下去、哦、所以你看到吗？除了这个之外呢、哦、今天呢我们也帮助这些朋友呢做了一些什么呢？活血的这个检测、哦、所以活血的检测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图，对不对、哦、第一个图就是他还没有服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他的血是怎么样的，哇，他的血很团结，对吗？哇，血团结好吗？哇，就不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血团结的话，一团一团在一起的话呢，那么你中风的机会高吗？非常的高。所以呢他自从他服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呢，那么他的血液呢，血球呢就是变成怎么样，一颗一颗哦，非常的漂亮哦，这个才是正常的这个血球哦。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血球呢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健康的哦。如果是这样一团一团的哦，当然如果是说这个图更加清楚的话，你会看到呢这个一团一团的呢，它的旁边呢会很像成那个榴莲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榴莲是怎么样？就是它的那个外面有很像那个什么，很多那个锯齿哦，很多的那个刺，对吗？所以那个刺是什么的？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血球呢已经受到什么？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啊。哦，这个自由基的那个基不是那个狗狗盖的那个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基是什么？你们知道香港有一个明星有没有？古巨基有没有？啊，那个 DNA 基因的基有没有？
啊，这个自由基、哦、就是那个基啊，不是那个狗狗给的 啊，不要你很奇怪，那这么讲讲一下跟那个基狗狗给有关系呢？怎么那个血里面会有狗狗给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血里面没有狗狗给的啊，那狗狗给割咬到那个血变那个什么榴莲，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这个自由基呢，哦，自由是非常好，可是加了基呢，就是属于不好的。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自由基不好？谁知道？因为自由基就是造成癌症的主因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的身体的自由基越少就越好，越多就越不好、哦、所以你可以看到、哦、这位朋友呢、哦、他是28岁的朋友、哦、那么30岁的朋友，你看这么年轻的朋友、哦、他们的血液也是一降降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多么多的人、哦、不知道这个总统剂的产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是不是要让很多的人去、哦、得到这个健康？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好像要跟大家讲一下哦、我们要做善心的人吗？所以我们要告诉很多的人呢、啊哦、这些的问题，你看这个34岁，这些都是年龄层呢20多岁到30多岁的、哦、好，所以呢刚才大家看的那个产品、哦、现在呢我再跟大家讲、哦、另外一个产品。今天很多人、哦、身上也好家里也好有很多的这个电脑，对吗？对吗？啊，那个电脑 有一些电脑什么 iPhone 有没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Samsung，对不对？哦，非常的多哦。那么如果你用电脑哦，用电话多的话呢，那么它就会产生什么辐射嘛？所以辐射的话呢，它就会造成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这个肝脏不好哦。所以我开始讲到第二个了哈、哦、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心，第二个是什么？肝，对吧？所以对我们的肝脏不好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肝脏的问题、哦、所以我们看一下、哦、有谁有看过自己的肝的举手一下？没有了、哦、看过自己的心也没有了、哦、所以呢没有看过不要紧、哦、现在的人呢比较少机会有看到了，你懂作为吗？以前的人不同，以前的人比较常常看到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以前要追女孩子有没有？你看，哎呦，我很爱你，嫁给我啦、哦、这样啊，你的心肝挖出来给我看一下，哇，是不是哦，很容易嘛？现在很难了。现在哦，你求婚对不对？嗯，这样结婚呢，我住哪里？啊，这样你要买屋子给他住喽。啊，不是很贵的，大概是700000左右了，在 KL 了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容易吗？啊，容易一点了哦。啊，不过如果是有钱就容易了，哦，没有钱就困难了哦。所以好，那么我们没有看过自己的肝，我们先看别人的肝好不好？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肝，一个健康的肝呢，就是这样红红血淋淋的哦。哦、不美的哦，健康的肝哦啊！现在我给大家看美啦，哇塞，这样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些肝呢都是美的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个第一个就是有一点颜色的哦，那么有黄色美美的哦啊，这个是叫什么肝？脂肪肝、啊、要有这样的肝的朋友请举手一下啊，没有了哦，因为现在的人很厉害的哦，虽然我不懂这个好还是不好，可是有脂肪就是知道这是不好的啦哦，所以没有人举手。好，我们不要黄色，我们看第二个 purple color 的有没有？紫色的。叫肝硬化啊，谁要他的肝是像这样的？举手一下。哦，你看也没有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脂肪肝、肝硬化呢都是不好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这边还有三片那个鼻砂有没有？啊，通常如果听了我的这分享的话，一般上他这一两个礼拜他是不会去吃鼻砂的啦。哦，所以这里没有人卖鼻砂哦，啊、这样不要紧啊。你看到吗？这三片鼻砂哦，第一片鼻砂的名啊，不是叫哈瓦燕的吗？第一片叫肝炎。啊、第二片叫肝肿瘤，第三片叫肝癌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如果你的肝受伤的话呢，那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告诉我们自己呢，你的健康呢已经开始受到什么？受到影响了。因为肝呢、哦、它是没有什么神经线，所以呢你的肝坏你也不懂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肝一坏的话呢，一有问题的话，它就会导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问题、哦、好，那么我们看它肝在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有一句话你们有听过吗？叫肝肾同源、哦、所以我们要保护肝，那么我们的肾才会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我们的肝的话，那我们的肾会怎么样？哦，我们的肾如果到最后要洗肾的话呢，那严重了、哦、那我想问一下，有谁有听过那个洗肾洗一下那个肾会好的？没有、哦、你看到吗？洗肾的朋友、哦、好玩嘛。哇，我相信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，你一定知道咯，洗肾这个游戏是不是很好玩的游戏哦？
哦，它是一个痛苦的这个游戏，所以呢，如果可以不要洗肾是最好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洗肾洗到不用洗的时候，就是已经上天堂了啦。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哦保护我们的这个健康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个 HA 的产品哦，我们有这个 RO 水，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呢哦预防哦不用有这个肾的这个什么问题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吗？今天你的肾这么好的肾变成这样哦，变成这样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，如果今天你的肾坏了，你的肝坏了，那么你的这个什么车还能走吗？哦，你的车就不能走了。哦，那你的车不能走的话，你就要开始怎么样？要开始报道了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哦，老天把身体借给我们，哦，100年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些人呢很紧张哦，20年就还了，30年就还了，40年就还了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有一些人呢就不甘愿还你吗？哇，100年过都不要还哦。所以给你的话，你要哪一种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什么每样东西都是要什么快的，你知道吗？要割人家的车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最好以后我们怎样的吗？啊，如果那些人不听话，有没有不要照顾健康，你会我有情啊，你就给他先在什么排前面呢、啊、你排后面呢、啊、你排越后面越好了，对吗？哦，所以健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哦重要了哦。那么好哦，所以今天哦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心脏我们要好好的保护，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要好好的保护哦，肝跟肾要好好的保护之外呢，当然了哦，第三我们要注意哦，所以刚才我也讲了叫心肝哇塞，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哇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哇，你看哦，有注意美貌的朋友呢哦，他就知道哦，美丽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美丽到80岁，你要你的先生你的男朋友每天叫你宝贝宝贝宝贝，有没有啊？你要注意了哦啊，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呢，那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你懂中文吗？如果今天你没有好好保养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，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哦内在跟外在的这个健康的话，有一天哦，你有问题了，你本身躺在医院的床，你的老公就躺在小三的床哦。啊，哎，睡不同的床吗？因为你睡医院，他不可以一起睡医院吗？对吗？所以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啊啊、好好照顾自己，对不对？要照顾吗？要照顾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女性呢是有危机的，所以要成为宝贝的话呢，你一定要靠三个香啊啊，三个香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里每天都讲 my back back back， 对不对啊？你要注意了啊、哦。好，第一个香是什么？第一个香是要钱香哦，就说女性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哦，她有很多的这个危机哦，比如说什么危机呢？荷尔蒙失调哦，你们知道我们人体有多少种荷尔蒙吗？啊，来多少种？两种，还有没有？不懂，还有没有？多少种？啊，乱乱猜啦，不要紧啦，啊，随便啦，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、五种、十种、20种也不用紧啦。哦，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呢，他猜36种哦，我就问他，你是卖保险的吗？哦，他讲是哦，这么容易知道？因为那个36种病吗？36种病哦，就是有一个保险的吗？所以36种病就是有36种的荷尔蒙控制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说，我说不是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人体呢有9大荷尔蒙，哦，有9种的荷尔蒙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女性朋友哦，她如果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怎么样呢？你必须要好好照顾你的荷尔蒙哦。如果你的荷尔蒙分泌失调的话呢，当然它就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哦。比如说，今天很简单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：如果家里哦有女儿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今天的女孩子很快长大，对吗？啊，很快长大，你们明白吗？就是早来就早什么啊？早走，早关，早收。哇，来，我们给这个朋友一个掌声。哇哇，证明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很高哦。早来就早，不是走了哦啊，收，哇塞！所以呢，早来就早收，收的话就是说那个工厂关门了就没有什么。啊，就已经没有什么呢，没有再能够再生产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为什么会早呢？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哦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很多的食物呢都是有问题的，对吗？尤其是像比如说一个很简单，鸡，对不对？有谁知道今天的鸡，一只鸡可以到市场的那个快餐店要多久的时间养一只鸡？谁知道？
三个礼拜，三个月，很快哦，很快，可是不懂几快了哦，啊，只是知道很快了哦。所以以前的鸡啊，鸡啊，以前的鸡哦，啊，最少要100天或者是三个月啊。现在最新消息哦，啊，如果你去问哦，在罗佛有一些是养鸡的哦，农场的那个朋友，你去问他一下哦，大概哦是14到21天，那个鸡就要送去那个什么啊屠宰场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长大了吗？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快长大呢？因为他们打了很多什么荷尔蒙的药，放了很多化学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当你的孩子又去吃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会怎么样？哇，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副作用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哦，如果今天哦这个荷尔蒙失调的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照顾哦，那么我们也很快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另外什么更年期，对不对？啊，更年期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更年期啊，很简单的，有些人，哦，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以举手一下嘛？更年期到了，啊啊不啊啊没有了哦，全部年轻了哦，全部年轻了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佳佳问的啦，哦，因为没有人会举手的啦，哦啊，更年期是怎么样啊？男性朋友，你看男女性朋友都不举手嘛，男性朋友我们讲知道那个女性已经更年期了，很简单，今天如果你做工回家，对不对？你一做工回家，你一脱鞋的袜子一脱下来，哎呦，这样臭味已经喷弄到干干净净了，洗到干干净净了，你哇，你那个袜子臭了要死，你快点拿去丢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你就快点哇去冲凉，因为臭吗？臭就快点去冲凉啊！哇，你一冲凉，那个凉一冲了，你的门一开，有没有？你的太太站在那门口那边，你看呐，你看那衣了，全部弄了肮脏脏了，全部弄了湿湿了，你自己洗啊，以后不要洗了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么你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哦，所以你就快快跑进那个房间，有没有？冲了凉要穿衣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穿衣那也可以哦。所以你那个橱一开，那个衣拉出来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哇，原来你老婆也是站在后面的哦。哇，一站在后面讲，哇，你不可以那个手插起来拿耶，你看那，啊，整个倒下了，以后你自己折，我也是不要折了。哇，你回到家还没有休息啊？哇，就已经这样了，所以哦，你没有办法。你连晚饭都不敢吃啊，你直接上床盖被睡觉哦，然后呢期待那个漫长的那个夜晚哦很快的结束，黎明很快的到来啊，有没有啊？不过你要注意啊，你要注意啊，还没有结束的，黎明到来还没有结束啊。如果你第二天早上你看到哦，诶，你起来的时候那个桌上有那个糖水啊，哇，很好料的糖水包在那边给你喝哦啊，你就要告诉你自己，你要知道，哦，其实你的太太呢不是要故意骂你的，哦，她不是要故意的，因为她已经什么更年期了，所以她控制不了自己，对吗？所以她控制不了自己，你要怎样？你要认识爱康咯，所以今天有爱康的朋友带领的这些朋友来了，你要感谢他咯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你才不会有什么这样快遇到这个问题，对吗？所以你看，哦，再来我们再看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乳癌和子宫癌哦，所以呢女性朋友，哦，根据专家 WHO，哦，联合国卫生机构的那个调查，哦，那么如果一个女性朋友，今天的女性朋友很多都很迟婚，对吗？如果你在30岁之前还没有生过第一胎的话呢，你患上乳癌跟子宫癌的几率呢是其他女性朋友的3倍啊啊，所以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啦啊啊，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啦，它是3倍不了啊，3倍不了啊。可是如果你不要三倍的话，那么你就要注意咯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个梅艳芳知道吗？那个歪歪调咪歪的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它是什么问题离开人世间的哦？它就是子宫颈癌，你看到吗？很多的，而且乳癌现在的越来越年轻，有没有？哦，在2年前，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艺人，有没有？哦，他们才结婚不久，有没有？年终结婚，年尾就怎么样就没有了？哦，所以他的先生在领奖的时候呢，他也很感慨，还把那个奖要送给了太太。可是刚刚才结婚半年不了，你讲可怜吗？所以做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，第一，一定要有足够的钱箱哦。当然你一定要知道，哦，健康对女性朋友来讲的重要。当然第二就是书香啦，哦，书香就是要有修养啦，要有气质啦，然后要进得厨房出得厅堂啦。所以如果你像这样的身材，你要左边这个没有color了还是右边这个有color的才能够进得厨房出得厅堂，要哪一个啊？
啊，这个是没有卡了，这个有卡了。希望他的那个身材，哦，女性朋友先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，啊，希望他的身材是那个有卡了的，举手一下。有卡了的，有卡了的，哇，每个的举手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希望没有卡了的举手一下，这样的。没有没？没有啊。哇，你这样紧张没？啊，现在来我们问男的了，希望你的女朋友，希望你的太太或者是你未来的太太呢，哦，是这个这样没有卡了的这一边这样的身材，你是比较喜欢，你是比较希望带她出街的，哎，举手一下。哦，没有。啊？他不要。哦，不要了哦。哦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今天呢，你来到我们爱康呢，哦，你将会哦得到这个哦方法哦。那么第三就是什么呢？美容箱，就是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哦。所以呢，曾经哦有人把女人呢哦跟比这个哦跟这个球类来做比较了哦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哦。当人家讲说一个女孩子在18岁到28岁的时候呢，哦，就像那个打那个足球有没有？啊 ，World Cup 啦 ，World Cup 哈、哦，那个 World Cup 是多少个人打的啊？22个，哦，22个傻瓜追一粒球有没有？啊，追了追去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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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有没有？啊，追了又再追有没有？拿到了又再追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在她18到28岁的时候呢，她就是有很多人追有没有？哦，可是他28岁到38岁的时候呢，就像打什么球，你知道吗？篮球啊，打篮球，哇、哦！来给他一个掌声一下，哇、哦！你看到吗？哇、哦！你看，哎，真的是有存在，我不是乱讲的哦，有人懂哦。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像打篮球哦，篮球是多少个人打、啊？10个，哇，少了，少了，你看到吗？是不是少了？哦，那么到了48岁的时候打什么球啊？羽毛球。羽毛球，哇，乒乓球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壁球，哇，那个你看够力吗？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人家说呢，哦，到了48岁的时候呢，就很像打乒乓球。乒乓球是怎样打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推过来，我推过去；你推过来，我推过去。你看啊，你啦，你啦，你啦，你上啦，你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打乒乓。哦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58岁、68岁、78岁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叫高尔夫球、哦，你懂吗？奇怪哦，这么高尔夫球，高尔夫球这么跟那个有关系吗？有，那个就是你一滚下去啊，滚得越远越好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哦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嘛，不要了哦啊，有谁要这样的举手一下？那没有，你看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美丽到80岁，我们就要靠。哦，这个公司很好的产品哦。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，我们有这么这个能够让我们得到美貌和健康的产品，那么我们今天哦也应该哦把它分享给很多的人，对吗？所以就好像很简单的，今天我们有好消息了，我们是不是只要自己健康、自己美貌就好了？别人最好全部给他死。啊，不是啊，哦，你一定要share嘛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给别人死的吗？是吗？你好消息你要share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个戏好看，他都没有给你钱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戏好看，你没有看咩？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不会有这个什么肝有问题，不会心脏有问题，哦，不会有血液问题，哦，不会老人痴呆，是吗？以后你去那个 shopping mall， 你不用拍照了，不用了，拍自己就可以了，不要浪费那个 memory， 对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你只要哦，在我们的这个公司哦，你。开始得到这个、哦、好的资讯、哦、你自己本身享受这个好的产品之外，你再分享给4位朋友、哦、那么其实呢，你这个配套呢就是属于什么免费的配套了、哦、所以好吗？4个就免费1个、哦、我们去到那个什么旅行社有没有 travel agent 有没有、哦、一般上 travel agent 的、offer 是什么？哇，你介绍10个我给你1个哦，可是那个是去一次还是去很多次？一次哦，他不是去很多次哦，他没有讲说哇，你介绍10个的话，永远都有去 free 的，有吗？啊，没有哦。可是我这个后面我还有很多、哦，只是需要怎么样一次，哦，你自己享用这个产品，然后你介绍给你的朋友有没有？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什么一直不断的这个
啊回馈跟一直不断的这个收入、哦、那么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如果是说你介绍给四位朋友，那么你的第一套就是免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公司呢将会发给你的这个花红呢，就是大概是第一套的这个哦费用了哦。好，那么今天如果你真能够再把这个讯息呢再传达给你的朋友，你也希望你的朋友能够得到免费的产品，对吗？那么很简单的话，就像你这样咯，他也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其他的人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哦，有些时候有一些朋友哦，我告诉他，你只要找四个，哎，四个，我很多个，我结婚我请一百桌，哇，这样好吗？一百桌是多少个人呢？1000人。哦，1000个哦，你看到吗？这样多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要分享都来不及分享，对吗？所以会有说这个有人不要吗？不会，太多人都要这个哦好的产品。哦、那么我们再看、哦、当你能够做这样的这个动作的话呢，你本身再介绍给两个人的话呢、哦、你的四个朋友都介绍给四个，有没有分享？有没有？那么你再介绍给两个朋友吗？那么你的收入、哦、将是、哦、马币15000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什么？你的回馈了、哦、所以你看到吗？你因为你的善心，因为你的善良，所以呢你不只能够得到健康，能够得到美貌，你还可以得到什么？金钱哦，你看多么的好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非常喜欢这个哦事业，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产品，你也非常喜欢你今天哦一直分享的这个工作的话呢，那么其实呢，你已经哦不知不觉呢，已经什么哦踏上我们的这个什么连锁加盟创业的这个机会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里有跟大家解释哦，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自己本身加盟，你想用这个产品吗？对吗？哇，你有这么好的产品，你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健康嘛，对吗？因为刚才大姐已经告诉我了哦，这个健康非常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当你再找到分享给只要有四个了哦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马上得到那个免费的。为什么？你的第一套呢就可以说是免费的，因为你会得到这个花红。那么再来呢哦，你将会哦得到这个马币15000的这个收入。如果今天哦，你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，哦，我们再接下来呢，哦，我们有很多朋友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在第四个 step 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的收入呢将是马币哦，听好哦，将是马币52000，哦，而且你还能够得到什么呢？你还能够得到呢名车。哦，那么在第五个 step 的时候呢，那么当你一直不断的在把这个好消息跟很多人分享的话呢，那么你的收入呢将会达到1个月120000左右。哦，那么而且你还可以得到这个豪宅，而且呢你还可以、哦、帮助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能够得到旅游，出国旅游，而且是免费的出国旅游。你看这个事业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帮人家得到什么健康？哦，有错吗？没有错。能够帮人家得到财富有错吗？没有错。能够帮助人家得到这个名车有错吗？没有错。能够帮助人家得到豪宅有错吗？哇，买那个 bungalow 的屋子哦，对不对？是哦，能够帮助人家没有机会去出国旅游的人能够得到免费的旅游，好吗？好，你看这么好的事业哦，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不快一点呢哦，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看一下，有很多人就会问，哎呦，像、啊、这种加盟的这个市场哦，哇，要投资的，哇，有点怕。当一讲投资的时候他就开始怕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可是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投资跟其他的投资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呢我们 Elgon 爱康的这个投资计划呢哦是属于非常安全的投资计划。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非常安全？哦，很简单啊、哦、我们一讲到投资，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例子、啊哦、这个股票有没有？股票买股票，你给大那个、哦、你去买股票的时候你给人家钱，人家给你什么？纸，还有吗？哦，没有哦。其实呢那个不叫纸啊、哦、它是比较好的，它的那个纸比较粗一点哦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证书。好、哦、马来文叫 CGL， 英文是什么？Certificate， 哇，有 standard 一点的哦。可是你要知道哦，在股市啊，100只股，哦，通常都是2只上，98只掉的啦。那如果你是那个2只上的，当然很好咯。可是如果它一掉的话呢，那个纸就变成什么啊？哦，那个变成真的纸哦，连厕纸都不如哦，因为那个太硬哦，上厕所不可以用哦，对吗？哇，可悲嘛，可悲哦。可是今天哦，刚才我跟大家哦分享的这几个产品哦，你的健康，你得到健康哦，你得到这个什么
你的这个财富，哦，会不会说今天你去跟大家分享，你分享分享分享，哦，有一些人不要啦，什么都不要，这个不要了。你比如说，你今天你去分享我们的这个，哦，RO 水机，哦，人家说不要，会不会说因为你家里的装的那个水滴并不剪掉，会不会？啊，不会哦，哦，人家不要你也不会哦，是不是？今天你穿了我们的这个调整内衣，哦，你在路上走走走走，然后跟你朋友分享分享分享，然后每个人不要不要，一个都不要，没有人不要，没有人要，哦，然后你的那个。调整线在你的身体里面会不会并不见掉啊？不会哦，你看到吗？他不会说因为没有人要那个东西就不见哦。可是那个股票的那个，你看到吗？他会不见哦，而且呢还连纸都不如，有没有？像上厕所都不可以用哦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事业好不好？非常的好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事业。今天你可以看到吗？加盟的企业呢，在我们市场上呢已经，哦，非常的多了哦，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哦，玩的、穿的，